嘿，迄电梯还搁等，还伫前头尔，安尼咪交先生交囡仔去。去到迄交病房外口，迄交病房有时间来安尼看。咱若看到人迄家属伫遐哭哭摸摸着，其实你也毋知影，互个心拢已经拢扬去啊。尤其对方的，伊对方是无求道，爱因太太是爱上道亲，啊，伊捌无，我毋捌伊。像安尼，咱今日才讲道理，也许咱头看了，互我，啊，以后你知影讲，啊，这是怎子？啊，但是互我徛遮，若无讲平常咱有接触着，啊，咱毋敢讲，啊，这是咱的道亲。因太太看了我第一句话，讲师啊，你甲我弄的哦，互我情何以堪？啊，互我嘛无辩解。因为咱的感受人遐严重，你搁遐如讲，恁弄我，我弄你，甚至足无智慧的嘛，所以互我后加变解，啊伊嘛互我讲吼，恁厝媳妇常同我讲，伊讲安尼吼，你回去吼，紧甲阮求助里头，阮先生真总为遐讲到哭架呢，啊互我，伫遐是无流目屎，但心内拢流目屎就对，结果当恁厝。咱来叫咱的囡仔交先生吼，先去考3300。啊，因为这个六月二日佫过一个礼拜，吼，我爱去咱高阳大厅顶讲咱师母一万叩首。啊，毋知是咱上天甲咱做这安排，要让咱了解下咱师母当初是迄个苦，所以吼，我哎当下咱来考一万叩首，起来囡仔袂起来。啊，所以吼，伫迄个过程吼，哎，真的蛮痛。真正疼，但是咱师母一万叩首，可敬可佩，是为了咱众生的考。哦，那个一万叩首，吼、哦，真正是自私，为着咱个人的业力的考。但是咱千求万求，求咱上天慈悲，咱师尊慈悲，莫哦，因为对方，因为这场的车祸，着倒去，安尼咱的良心真正会不安。啊，千头万绪。倒来接落来一个月内底啦，几乎伊拢是交付病房表性命咧交接，有两三摆拢做危险的哦，有两三次拢有够危险的危险。但是感恩上天慈悲，我三摆拢拄着啥，拄着咱李典凡师哥李太太素梅，因为阮爸急救了，有哪伫交护病房，但是我无共区，咱若捌去基米的病，咱就知有 A、B、C、D， 啊好哈。叫我出车，迄个是 D 区，啊，李典芳是咪伫 A 区，啊，若照这个路线咧行是袂通对 D 区啦。但是唔知安怎，上天就是甲咱做正好安排。印象上深，有一届，咱互我行咱先生，我拢甲阮先生讲，我家来，阮先生拢甲我讲，你有讲唔办咩？你也家去，人拄啊无啊，人要甲你拍，甲你安怎？我袂啦，我是军刀，啊，我也无甲龙人来甲我拍。阮先生就讲，你做戆。人若伫咧生气吼，起来经营也是无咧分你安怎吼，啊所以感恩吼一条路相爱，咱先生嘛情义相挺，啊为人发做来，啊一届去吼，